NUS 有攻击了。我提早出门呢，感觉迟到了，坐过站。Too much? 这边应该就是 NUS lecture theater 外面的 study area。My presentation book in NUS toilet。加油！从后陪我出来吃午餐的人类，耶！我在拍你。现在 NUS 有攻击了啊！对。Hello。这是我妹妹养超多虾的虾仁炒饭，耶！在这个红宫咖啡。好贵！我吃你一只虾。我告诉你，这你就问我好不好吃，你要给我咬一下吗？还有很久不到你，这个比太好了。确实有顶泰丰的感觉 ，NUS 回来是，可是不好吃就怪我妹妹。饭后，妹妹请我喝奶茶。Golden avocado from Liho， 搓一下。啊？哦、不用搓啊。你喝掉先，喝先。哎呦，中了那个野糖味。去 NUS 的 website 才可以下星期去领新的。然后现在我来写一下新年贺卡给我的家人。我知道已经过了很久啊，新年没有很久啊，就一个月。但是就之前买的，然后一直讲要写，可是一直拖延，就现在来写一下啦。
里的建筑物很不新加坡哎、欸，很少有这种海屋，新加坡大多数是公寓。我们要去找妹妹吃饭啦。很不新加坡哎、欸。我们到了，妹妹已经在排队了。肯定，不然还在这里坐。好鸡茶，雅克烧酒，榴莲，猫山王 ，Emperor 猫，猫山王，好鸡茶，嗯，很有好鸡茶味，嗯，我跟你讲哦，很好吃，我那边的吃面头有一间，嗯，看我们去吃，你有看我拍的烧面吗？什么冰淇淋？不是 waffle， 然后啊不 pancake， 你记得吗？我拍给你了，那个 pancake 是用那种麦呀、粮啊。等，我们突然间发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哦，我们叫 soju 又叫榴莲哦，可是榴莲跟酒是不一起吃，为什么？因为榴莲有 sulfur， 它会防止 alcohol breakdown， 然后所以那个酒精就会在你身体里面。太危险了，大家不能这样做。为什么这个冰淇淋店没有警告我们？
本来今天是要跟一个朋友吃午餐的，但是他中 COVID， 我们一个星期前就约好了，但是他中 COVID， 所以就没有来 Japan Class 哦。然后就跟临时约的朋友一起吃午餐，还有我的 tutor， 他很 friendly， 我们还可以一起吃午餐。Guess how much is this? Only $3.60. Oh my god.And you can choose the side. 我选 mashed potato, 我的朋友选薯条。Freaking out. I said I know just what we can do. We can go down to the good world. Buy a bunch of speakers, set them up in the parking lot. We don't have to keep them out for real big party. Just two people sing. All praise.来 NUS 就要找一下杨倩怡，我是你的工具。没有啊，上次就叫我帮你拿 passport， 然后就下个礼拜来，我们要跟你吃午餐、啊，我跟我朋友吃。你只要负责给我 passport。哎呀，我要换 coin。NUS 这里有 NTU student life saver。现在先用个两块去换，看一下会不会掉一块钱的多了。$1.50我们一花花50块了。哦，他还有拿钱的。数一下。数啊，我相信这机器。OK。来这里喝奶茶。那它的灯好特别哦，然后奶茶计划改变，我们决定来吃蛋糕。Car speakers. So I think we might be through. You say I'm itching for a listen, babe. I say I'm itching for a listen too. She was tweaking, started freaking out. I said I know just what we can do. We can go down to the Goodwill, buy a bunch of speakers, set them up in约了一年的人哎，天！然后我穿长袖，我现在开始流汗了。可是我觉得今天的天气算是很好了，就没有到大太阳，然后也没有下雨，天气对我们真好。